立正，行礼，请坐。各位第十九届华进进吼，第十九届咱平民政府的这个学员吼，大家较早，我还有个在马斯，我拄啊吼，即马迟到啦吼，啊我唔知影我伫楼下咧开讲啊，楼下时间甲这时间袂对，楼下了慢十分。我说还有十分钟呢啊，拍摄拍摄哈。啊，今仔日台北是袂歹呢，出日天气阁袂歹哈。啊，来到遮讲小可落雨安尼哈，啊，所以袂歹啊，凉凉啊安尼哈。啊，各位有较辛苦啦哈，人困伫遮呢哈，可能也袂惯习哈。啊，换蒙床，啊蒙床搁顶靠靠安尼吼，啊，啊对对对对，有力有力，来咧想到较好困啊，啊，安尼吼，是啊是啊，啊最近就是前几天吼，咱这个黄昭东先生吼，啊过身啦吼，各位唔知影。捌听到黄昭东先生无？哦，捌啦吼，大家拢知影伊吼。伊是1932年出世的吼，加我四岁，我1936吼，啊，台南满岛人。啊，因老爸李白时代吼，国民党要甲掠啦吼，啊，所以有遮个代志吼，啊伊。1959就去日本读册，摕到博士，是国际关系的博士，啊，了就参与伫日本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吼，一直到伊过身，前几天过身的时阵吼，伊啊阁是台湾独立运动的这个总部的主席吼，所以会使讲伊一生。为着台湾独立咧打拼啦吼，啊，伊过身的时阵嘛无虾米豪宅咧，嘛无虾米财产咧吼，但是伊留一个名啦吼，咱拢会记讲吼，黄昭东先生吼，为台湾打拼咧吼，啊，所以咱特地吼啊，该敬佩啦吼，即款一生为台湾奉献的人，确实袂少，真济吼。真侪即款人吼，啊，即马问题吼，就是讲，黄昭东先生，有人叫伊昭东先呢吼，伊确实呢，读学真好，啊，真好讲话吼，啊，但是买啊来吼，伊转来台湾了吼，有认同，讲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独立国家啦吼。啊，这点含这个民政府的论述吼，有冲突吼。民政府的论述就是讲，台湾阿哥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样问题就是讲，一个留日的朴素呢吼，伊嘛是认为讲，台湾都主权独立啊咧吼，啊，都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个名个改一下。就是独立嘛，吼、哦，那差遮济，所以问题就是讲，到底中华民国是啥物物件？是毋是已经独立啊？吼、即摆咱来个看吼、过去即个中国的历史吼，远个莫讲啦吼，咱讲较近的明朝啦、清朝遮吼，
伊讲满清拍倒清朝，啊，清朝嘛灭亡啊，变作清朝爬起来。不管伊是明朝、清朝，啊，拢是中国啊，吼、哦。啊，即马孙中山起来，佮引导清朝，啊，变作一个中华民国。伊政府变，朝代变，但是国家无变，拢是中国，吼、哦。啊，即马中华民国伫1949年，中国共产党拍倒，中华民国无消灭人，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消灭是政府消灭，国家就共，嘛是中国这条线，吼、哦。啊，所以讲到这先来讲，政府甲国家。是两个完全无相的概念，政府会变，但是伊国家袂变，吼、哦。啊，即摆就是讲，啊，你中华民国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吼、哦，中华民国一直延续落去，拢伫联合国内底，啊，所以互咱的感觉，中华民国就是一个国家，无毋对啊。但是1971年的时阵。联合国通过一个国议案，将蒋介石甲伊个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吼、哦，啊，当年开始的时阵，中华民国正式伫国际上就消失啦，无去啊，吼、哦。啊，但是伫台湾拢用中华民国啊，吼、哦。即摆民国几年啦？吼，建国百年啦，吼、哦。拢遮物件，啊，所以互咱的观念讲，有啊，啊，都有中华民国啊，啊，但是呢，你若打出台湾，无这个中华民国这个物件的存在，啊，我顶个月去克罗埃西亚旅行，啊，但克罗埃西亚要转来，要入去意大利的罗马，哦，啊，就过关啦，啊，过关啊，验你的护照，吼、哦。啊，我摕是车轮牌的护照，啊，伊即马就对，伊有一个表吼、哦，全世界的这个国家的名，对几部，啊，你无迄个 ROC 咧 ，Republic of China， 啊，都世界无这个国家，看这护照，佮看看下口有一个台湾，伊个对，有啊，有一个台湾啊。但是台湾不是国家，台湾是伫世界上呢，伊是一个叫做独立关税区，the independent customary area， 就是独立关税区一个区域，世界认定的，啊，所以要含其他国家贸易的时阵，会使签一挂迄个契约安尼吼，啊，所以。伫世界上，台湾有这个名，啊，所以因为安尼，这本护照，所谓的护照是旅行证件啦，吼，伊就会当过关啦，吼。啊，假使迄一日若毋是迄本护照下口台湾吼，你袂当入去，吼。啊，这就证明啥呢？证明中华民国，也毋是国家，吼。啊，美国嘛一直咧讲啊，你。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嘛也阁不是国家，吼、哦。啊，最近咱看报纸嘛了解，吼、哦，一个台湾，啊是讲中华民国住伫迄个美国，吼、哦，有啥物驻美代表啦，吼、哦。啊，有啥物迄个代表处？其他国家。去美国的拢是叫做大使馆，啊，那台湾派去的变作代表处，吼、哦，伊毋是大使，吼、哦，伊是一个代表处，啊，其他的所在叫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毋是领事馆啊，啊，所以就证明吼、哦，台湾毋是国家，中华民国也阁毋是国家。啊，咱在1979年有一个台湾关系法，吼、哦，台湾 Relations Act，
一个是美国国会正式通过的一个美国的国内法，一个美国国会那通过和台湾有关的一个国内法。假使台湾那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伊就变成一个条约，台湾甲美国正式签的一个条约。但是毋是，是美国通过国会通过国内法，这就是证明台湾毋是国家，所以美国有法度安尼做。这个台湾关的法内底安那讲呢？自1979年正月起，以前叫做中华民国的哈，正月以后叫做台湾地理当局。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就台湾地理当局，伊毋是国家，伊是一个地理当局，一个区域，一个所在，有管理的人，所以是叫做地理当局，无要甲叫做中华民国。所以1979年以后，台湾也好，中华民国也好，派去美国的吼，拢无可能用中华民国的名，有的是用台湾什么经济文化办事处，有的是用中华台北，中华民国的名在国际上袂当出现，所以咱咧个看吼，奥林匹克的比赛，还是讲这个棒球比赛，无中华民国的名，上加就是中华台北的名。所以这个最近的 Missouri Kansas City， Kansas City 是过去差不多1970年代美国台湾人在美国留生，真多在 Kansas City 那个大学里面读书，那的这个台湾独立运动哇真强真勇这样，所以 Kansas City 也不只有名，这次就是美国呢，将那个台湾还是中华台北驻这个 Kansas City 的代表处的处长，一个叫做老珊珊啦，给抓起来。台湾这边就说，你哪抓我人？我这是个外交官呢，外交官照讲呢，不能抓，伊有这个外交上呢，有一个叫做豁免权啦，外交人员呢袂使抓呢，但是美国照个抓，美国的讲法就是讲，你台湾呢无享有这个外交的豁免权，因为你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这边就是讲，你毋是伫1980年。和台湾，还是讲中华民国有签一个外交一个豁免权的这个协定啊。你若讲我唔是外交，迄、那个豁免权啊呢伊讲无啦，签这个就是台湾甲美国国务院签的一个契约这个用呢无经过美国国会的通过。是干那国务院签的所以证明呢，台湾无迄个外交豁免权，所以这刘珊珊照抓照要来判，今仔报纸讲要来伊认罪啊啦，伊讲伊认罪确实有北下这个费用契约是讲一个月要给美金1240块。结果呢，实际付的是400块呢，美金400块，差800几块美金的钱走的，外国去啊，靠这个费用的护照，伊的行动甲限制，一日客户讲8点钟的工作时，结果计伊工作16小时安尼所以明显呢。是违反这个人权所以，但是这个老珊珊伊
伊啉醉了对啊，伊讲有啦，安尼我有安尼吼，啊是安尼要啉醉呢？我咧想啦吼，因为老三川的事件，那伫美国法院继续审落去吼，对台湾真好。安怎讲呢？审落去就是将这个台湾的这个地位，伊是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物件，这个问题呢？造出来，吼、哦，哎、欸，啊，我都外交人员呐、啊，啊，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啊，所以你袂使甲我掠，这个问题会造出来，啊，伊唔敢变这个物件，伊知影，知影讲这个物件变了一定输啊，啊，所以伊怎啊认罪，讲哇，安尼好啦，我有罪安尼吼，啊，有罪，今仔报纸我要甲遣送回台，但是我怀疑这正确啦吼。我想法院袂讲直接甲遣送回台，一定甲判刑啊！你伫美国犯罪，判刑服刑了，才当甲遣送转去，无可能无服刑就遣送转去。我哪有遮好诶吼？啊，你台湾嘛去美国啊犯罪，啊有你遣送转来啊？应该是袂安尼啦吼。啊，所以就是讲，咱也有一个观念啦吼，就是讲政府甲国家。是两个无相的概念吼，啊，台湾啊是中华民国，拢啊个毋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吼，啊，咱自细汉甲即马吼，啊，拢互教育做啊，中华民国是独立的国家，啊，咱家己也认为台湾是独立的国家，甚至呢，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啊，拢总是独立的国家哈，这种观念呢啊，无正确啦哈。啊，我过去呢，我差不多和黄兆东先生哈啊差四岁，拢台南人哈，啊，所以差不多同迄个年代啦哈。啊，阮出世的时阵是日本时代哈，啊，咱知影哈，这个1895年啦，哈，各位检查这个民国甲公元哈，啊，倒袂啥起来哈。民国甲公元吼，相差11年啦，哈。所以，咱咧讲迄个1936哈，等于民国25年啦，哈。你若公元甲减一10年哈，就是因咧讲的民国啦，哈。啊。这个1895年，吼、哦，咱知影有一个马关条约，吼、哦，啊，这个马关条约就是日本甲清朝的战争，啊，清朝战败，啊，就同意呢签这个停战的条约，啊，条约内底就是讲将台湾的主权割让予日本，吼、哦，这真重要啊。伊这个条约内底有写主权两字，哈、哦，啊，这个太平洋战争了呢，1952年的旧金山合约，哎，嘛是有一条啊，但是这条是日本割让，还是讲放弃伊的 rights， 伊的权利啦，哈、哦，伊的 title 就是。迄个权，伊所谓即个权啦吼，啊，甲迄个 claim 吼，伊个要求伊放弃，啊，无讲主权，吼，旧金山合约无讲日本放弃主权，伊是讲日本放弃所有个权利，哦，这无共，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新个讲法就讲安尼个时阵，日本是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哦，伊无权来管台湾，哈、哦，啊，这个管辖权变作打赢日本的国家美国，哦，所以管辖权伫美国的手内，啊，但是台湾的主权呢，啊，佫是日本的手内安尼，啊，所以台湾问题变成做真复杂，哈、哦，管辖权。啊，甲这个所有权无共国家吼，啊，所以台湾变作吼，煞无人要管吼，
啊，直直拖拖拖六十几年啊，吼，啊，佫无法度解决啦，吼。啊，拄啊讲啊，阮是日本时代出世的，吼，在座足济嘛，日本时代出世的，吼。啊，到1945年，这个国民党也好，吼，啊，蒋介石来占领台湾的时阵，吼，但遐呢开始改变，吼。啊，其实呢。二二八事件，1947年吼，台湾啊，阁是日本的领土，吼，一直到1952年，日本签这个旧金山合约了呢，台湾卡唔是日本的领土安尼吼，啊，所以伫1952年吼，台湾无唔是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吼。甲日本吼、哦、有签一个日华合约，啊，这日华合约安那讲呢？讲伫1945年，日本啊是讲台湾战败了吼，伫、哦、台湾这台湾人，该看作吼，诶、哦，英文字 deemed to be 吼、哦，该被视为吼，该、哦、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吼、哦，这是日华合约安尼写啦吼。1952年，咱的国籍呢本来是日本籍。1952年日华合约的时阵，顶官写讲，这个本来有日本国籍这个人呢，被视为就是该看作是中华民国的国籍，但遐开始吼。哦1952年开始，咱变作中华民国国籍，吼、哦、啊！但是这根据战争法，这是无合法的啦，吼、哦。但是这个日华合约到1979年呢，就失效啊。1979年，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吼、哦，无承认中华民国啊，所以这条约失效啊，失效了、哦、哇！啊，这人的国籍呢，无人知影哈，无人知咱即摆有啥物国籍。啊，所以美国的法院，高等法院呢，甲咱判讲，咱台湾人六十几年来拢无国籍，哈、哦，无国籍安尼。啊，所以伫1960年代，哈、哦、啊，等国民党诶、日本时代变作国民党时代，哈、哦。啊，各位嘛知影吼，早期读 IUAO 吼，啊，即马中国兵啊来啊，我开始是无啥物波波摸呢吼，开始读林基初呢，哦，林基初新本线吼，读即个物件吼，啊，尾仔甲读迄个波波摸吼，啊，我是一直拢伫台南吼，我台南部的人，啊，拢甲毕业了。较离开台南吼，一直拢伫台南。啊，我读的是迄个建筑啦吼，我是成大即个建筑系。啊，建筑系我即个建筑设计吼，袂歹吼，真好吼。啊，所以要毕业大四的时阵吼，即、這个系主任就甲我讲，哎、欸，你毕业了吼，啊，倒转来系任吼，来做助教安尼吼。欸，我听听咧，哇，真欢喜咧！迄当时吼，啊，经济也歹，啊，大学毕业就是失业安尼，头路足歹找的吼。啊，所以就去做兵咧，吼。啊，做兵了就，迄阵我是做一年个几个月啦吼，也变来变去啦，四个月吼。我是有备军官第八期吼，才一年四个月啊，几个月吼，啊做了就等于成大做助教吼。哎、哦欸，做两礼拜了呢，成大迄阵啊，阁毋是叫做成大啦吼、哦，叫做工学院啦吼、哦，台南工学院。哎，教务处哎，就叫我去啊呢，讲哎、欸，啊你袂使做助教呢吼。迄阵咱安尼啊戆戆啊，毋敢甲伊讲啊是安怎呢吼。哦那袂用做助教，啥物理由安尼吼？佫唔敢来问呢吼。啊，尾仔才知影讲，啊，原来
我有一个记录，记录就是讲拒绝加入国民党啊。我大四的时阵吼，我一个教我水彩的一个教授，啊是老师吼，伊中国来的，姓马吼，马殿辉吼，迄人散散落落啊吼，啊因为中国来袂用骑车咧吼，啊我拄着拢骑脚踏车个载去教我去写生啦吼，喊我不只袂歹吼，啊伊都大四啊吼。啊，就提表来啊，叫我签嘞吼。伊讲你这签签嘞吼，啊，有足侪好处吼、啊。你即马要出国吼，啊，足方便嘞吼、啊。啊，即马出国了，即马要转来吼、啊，要找头路啥，啊，足方便啦吼、啊。啊，足侪好处就对了吼、啊。啊，以前咱少年呐、啊，吼、啊，真直啊。我讲哎，啊，我入党吼，啊，足侪好处嘞吼，哎、啊。啊，无入党的人咧，啊，拢无好处咧，安尼唔对咧。我想讲安尼唔对咧，吼。那有入党就有好处，无入党无好处。啊，我甲拒绝啦，我安尼我无爱安尼吼。啊，结果说点样做记号吼，所以袂当伫生态做做搞安尼吼。啊，所以即摆我甲想起来吼，一间大学吼，啊，一个小小的做搞，要伫遐食头路。你就要入党，吼、哦！啊，咱个想看卖，要做一个讲师，要做一个教授，要做一个系主任，要做院长，要做一个生态校长。哎、欸，你无加入国民党，敢有可能要予你做？无可能。啊，变做一个国家的这个教育系统内底，吼、哦，完全控制的。国民党的手来啊，完全伊就是利用安尼控制你的这个啊教育系统，哦，这就是真厉害哈、啊。啊，所以台湾经过六十几年了，这个规个变过来哈，即、啊、马就是讲台湾话哈、啊，咱直接咧讲哈，我即马转去个台北哈，唔、啊、捌听，伫路边听无人咧讲台湾话啊哈，啊你家讲伊嘛听无咧哈。啊变作安尼吼，真厉害啊！经过一两代，完全都变过来吼。啊，所以因为安尼，我就把我看看，然后离开台南吼，啊，起来个台北，吼。啊，迄当时就是吼，迄当时的大学生，就是大家拢要出国啦吼，想尽办法要离开台湾，吼。因台湾这种思想控制吼，互你安尼感觉。足物质的就对啦，啊，大家拢要离开吼，啊，所以我就起来个台北啊，伫这个中立吼，叫中立来吼、啊，有一个中原大学哈，较、啊、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啊，也拄啊成立一个建筑系吼，啊，所以我去啊做建筑系助教安尼吼，啊，我就请我请要去要出国啦吼。啊啊，拄拄呢，迄、那个年代吼、哦，美国的这个工业开始发达啦，啊，真侪大工业、大企业吼、哦，啊，拢捐钱啊，变做迄个奖学金，予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啊外国的这个研究生吼、哦，啊，所以台湾真侪去请吼，拢请会到安尼吼，啊，所以我请到三间美国大学呢吼、哦，啊，其中一间呢。予我这个叫做专业的这个奖学金 ，full scholarship。什么叫做专业呢？就是讲啊，你的注册费用，吼、哦，啊，你的宿舍费用，啊，你的食饭费用，拢甲你出啦，吼、哦。你都唔免出半仙安尼，会当去研究所啊，读硕士安尼，哇、哦，这真赞嘞，吼、哦，拢唔免出半仙啊，这。这足好个啊！吼、哦，伫台湾迄个经营，哎，啊，但是问题是，啊，你台北到美国，哎，行路未够呢，吼、哦，收水嘛未够啊，一定要坐飞机，无你坐船啊，哎，啊，坐飞机坐船啊，钱呢？哇，迄阵是一块对四十块呢，吼、哦，我迄阵美金是足大钱个吼，我只啊，安尼要安怎？这飞机票要去倒买，吼、哦，
好、哦、啊，阮老母都咧烦恼啊咧，讲啊，这个囡仔安尼吼，安尼则无简单要出国安尼吼，啊，结果机票钱无咧，啊，伊怎啊？阮老母吼、啊，将迄金手指、金破链安尼拔拔起来，都摕互我咧吼，讲、啊、你这摕去吼，高雄桥仔头，吼、啊，我一个阿舅伫遐咧开金仔店吼、啊，你讲这金仔要换一挂现金安尼吼，啊，所以。我到公路吼，我会记以前我阁坐公路桥诶吼，啊咚咚咚咚去桥仔头吼，啊去换现金安尼吼，啊较有法度吼去买机票啦吼。啊，迄当时留学生真趣味，啊拢坐包机，几台飞机拢留学生就对啦。啊，那就讲坐包机就足有钱，啊坐包机，毋是，迄是足无钱啊坐包机吼，诶无相安尼吼。我迄阵真趣味安尼吼，啊第一摆坐包机，啊第一摆穿西米露呢吼，坐飞机穿西米露安尼吼，吼、哦、我著飞去离开香山吼，迄阵从香山离开安尼，啊伫空中诶时阵，吼、哦、著决定讲啊即本好食吼，要甲等到家安尼，著准备无爱转来就对啦吼。啊，我著甲阮老母啊讲，无啦，我五年后绝对爱转来吼。啊，结果我就骗吼、哦，我著决心无爱转来吼、哦。啊，所以去到美国吼、哦，啊，我台新飞呢，从台北飞去西雅图，西雅图吼、哦，西雅图迄个时阵1962年吼，拄、哦、多有一个世界博览会啦吼、哦。啊，世界博览会咱知影吼、哦，世界各国。拢有代表性的这个建筑物伫遐吼，啊，我这个有见到，我想啊来参观一个博览会，看世界各国的这个建筑物安尼吼。啊，所以我要出国的时阵，有去中原大学迄个教务长吼，拄好是美国人吼，啊，我迄个三师吼，讲要去美国读册安尼，哦，啊，伊真好心安尼吼，啊，写一张批推荐函安尼吼。如果你去西雅图吼，啊，伊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啊，你去找吼，伊会甲你照顾安尼吼。哦，啊，这条片我第6地啊呢吼，啊，就去到西雅图，啊，就直直找这住址安尼吼。啊，恁知影美国呢？美国市内是遮个较迄个啊，做工啊阶级的吼，遮个黑人较济，住伫市内。啊，迄、那个白领阶级的吼，拢住伫都市的郊区吼，郊区一区一区安尼吼。啊，这个朋友呢，美国朋友当然是住伫郊区啊。啊，我著找去迄个所在吼。啊，伊当时咱出国吼，也、啊、无经验啦吼，摕、啊、一架真大卡的拖浪鼓吼，啊，所有的物件拢捡落啦。一挂盗版的册，我想讲盗版的册较俗啊，美国册贵松松啊吼。啊，台湾买一挂盗版的册，拢弄落来，哦，足重的就对啦吼。啊，去到迄个郊区迄个所在，找着迄个住址啊嘞吼，真欢喜啊嘞吼。啊，电影就去试啊嘞，试几部啊嘞吼。啊，无人来开门呢，哇，我即声害啊嘞。啊，无人开门啊！我拖人去，搁冻酷酷啊！这是搁关到倒去，要关去倒，关死啊！头火车头嘛，袂当睏啊！哦，安尼要安怎？搁有一台车驶过，搁酷到倒来安尼吼。啊，伊看讲，我这个社区都拢白人啦，一个东方人啊呢，闪闪安尼吼，露一个五分啊头安尼吼，伫遐咧按电铃安尼吼，伊就甲问我啊，你是要做啥？我就要找这个住址的主人啊嘞哈，伊讲无啦，今仔是美国的 Labor Day 啦哈，就是美国的劳动节，迄个国家的假日吼，大家拢度假去啊，讲哇啊，即些土去啊嘞，啊大伯喏，哇，这个美国人真好心，真热心啊嘞哈，伊讲无要紧，你来到大湾岛安尼啦哈，哇，即些佫拄着贵人嘞哈。哇，有所在人住嘞吼，哇，就一下就甲答应啊，啊，就去住因家啊。喂啊，因家真大间，啊，空空嘞，敢会坐人嘞？剩嘞，因家的人拢去度假嘞，房间几落堆吼，啊，一间房间好个安尼吼。
啊，伊看我呢乌打伞吼，头一暝就煎迄个牛排要请我呢。哦，牛排呢？哦，我即生安尼第一摆食牛排咧。哦，我真欢喜呢，啊，牛排了甲切咧，我夭寿啊，内底血塞塞呢。嘿，啊，今这是要安怎食呢？吼、哦，啊，等人会好意咧，吼、哦。你嘛就个爱甲切嘞，甲食嘞吼，啊就硬甲吞嘞吼，嘛甲讲好食好食吼，真好食嘞吼，嘿，所以印象真深就对了吼。啊，你啊，我是甲讲，我是来西雅图吼，我有建筑个，啊要来参观博览会，吼，伊讲无问题安尼吼，啊所以透早呢，就甲用车载去博览会会场门口。啊，下晡时四五点，啊，再来甲载到转去安尼吼，啊，所以我伫因家呢住差不多，要去四天吼，拢伫因家食，因家困安尼吼，真好安尼吼。啊，你啊，就离开西雅图，啊，我学校伫 Pittsburgh 吼 ，Pittsburgh 是宾州啦吼，宾州是靠我东部吼，美国的东北部，啊，所以。美国这个新大陆，哦，有够大个嘞吼！你西雅图要到 Pittsburgh 吼，坐巴士吼，啊四五天嘞，啊这要到五暝个嘞。啊，我想讲，可能就是台北到屏东嘛吼，坐车嘛到七八点钟吼，就到啊嘞。啊，佫唔是嘞，吼！啊，伊敢问我你要哪去 Pittsburgh， 我讲我来坐公路桥，古列汉巴士，吼。佫俗咧吼，啊，佫会当观光咧，我伊在咧海头咧，伊讲好啊，足远个咧，讲你若无爱坐飞机，啊，我算着讲我落地啊$300咧，啊，这飞机坐了嘛，剩无几钱咧吼，我讲我坐公路好啦吼，我伊想讲啊，着先做观光吼，啊，结果毋知夭寿啊，坐差不多五暝六天啦，哦，拢无停就对啦吼。巴士在里走安尼吼，啊！你人拢伫车顶，困啊车顶吼，啊！时间到，伊休在迄个叫做 cafeteria 吼，互你食一个简餐啦吼。啊，食了呢，啊，便所了呢，啊，就随过去车顶，啊，佫继续走安尼吼。吼，走五暝五日安尼吼，到的时阵，喙齿拢肿起来，吼。食无好，睏无好吼，啊，佫无维他命哦，啊，佫无蔬菜吼、哦，哇，有影艰苦呢吼、哦。啊，去到遐了呢，我第二年吼、哦，我1962去，1963，我就接到一挂美国寄来的台湾青年吼，迄、就是台湾独立运动伫美国发行的一挂杂志，哦，我个读读我，原来台湾的经营就是安尼吼。哦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国民党的压迫，吼、哦！啊，伫美国啊，佮看迄个 George Kerr 的《Formosa Betrayed》，被出卖台湾，啊，佮了解讲，哇！啊，台湾历历不事件，就是安尼杀人，吼、哦！啊，佮开始了解台湾的情形处境安尼，吼、哦！啊，所以我伫1963就加入去台湾，伫美国的这个独立运动，吼、哦！啊了后呢，就一边读册吼，啊两年后读完册去石头路，啊拢参加这个运动，哎、一直到呢1970年吼，咱在1970年吼，有一个气象的事件吼，啊这个气象事件就是我甲这个吴文良先生吼，啊我这个金林的一个太太吼。啊，参与这个气象事件啦吼，啊，因为这个故事真长吼，来讲较短嘞吼。啊，1970年啊，咱知影蒋介石吼要培养蒋经国，要让伊变成做领导国民党的人吼，啊，继续占领台湾，啊，所以将蒋经国送去美国吼。啊，提高伊个国际地位，哦，啊，蒋经国伫1970年4月20日，哈、哦，伊伫纽约市的一个旅馆，哈、哦，叫做 Hotel Plaza，
底下有一个冷清，就是中昼时啊，请食饭，啊，底下做一个演讲，哈、啊，啊，介绍台湾的代志安尼，哈、啊，哇，啊，迄、那个消息出来了，哇，阮真欢喜呢，哈、啊，讲啊，这机、個、会真好，哈、啊，伫个旅馆内底，啊，中昼时安尼，哈、啊，啊，所以事情呢，阮都有准备了，哈、啊。准备穿啦、穿纸啦，吼，啊，搁去训练啦，吼。啊，我因为做兵是海陆啊，吼，诶，穿法嘛真准诶，吼。啊，即、這个吴文良先生是做宪兵诶，吼，因为手枪嘛真准啦，吼。诶，啊，准是准啊，来拍无着安尼吼。结果呢，伫1970年4月24日，吼，蒋经国呢，伫12点诶时阵。哦，坐乌头啊车吼，啊，就来到这个福特 Plaza 的门卡口，啊，落车呢吼，啊，慢慢的行向迄个旅馆吼，啊，行入去大厅，吼、哦，买大厅了，要搁踏入去另外一个门的时阵吼，迄、哦、当时呢，吴文良先生吼，伊、哦、是考那个大学吼，的博士班的学生吼，伊、哦、已经人秘伫迄个。政治人员内底吼，迄、哦、当时大厅呢，拢政治人员。纽约州吼、哦、，New York State 的便衣警察，制服的警察，New York City 吼、哦、，New York 市的便衣警察，有穿制服的警察吼、哦，啊，这个蒋经国查来保镖的十外个吼，哦，拢伫个大厅内底啦吼。哦啊，我们文良先生嘛，伫伫内底啊，啊，因为拢无共单位来的吼，啊，所以嘛，唔知伊是啥，哦，啊，所以蒋经国惊特别接近一个宣传门的时候，吼，文良先生开始开枪啊，手也要开枪啊，吼，结果呢，伊的边啊徛一个多多一个警察吼，啊，警察目睭尾哎，看有人手举起来吼。将个手给弄起来吼，啊，所以这枪支拍起的时阵吼，差不多将近头壳20公分吼，拍无着安尼吼，啊，拍第一门了呢，啊，无机会拍第二门，警察将个手杀咧吼，人那个起来涂骹吼，啊了呢，哇，大厅都大乱啊啦吼，三四个警察都吼啊，吓我来吼。将吴文良跌来涂骹啦，吼、哦！啊，吴文良伊人真细汉，吼、哦！啊，警察真大张嘞，吼、哦！啊，所以吴文良伫迄个警察嘞，诶，大腿诶中间就坐出来，安尼就徛起来，吼、哦！啊，徛起来了呢，伊大声话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哦！”伊讲我徛起来像男子汉安尼，吼、哦！意思嘞，我卖甲饲咧涂骹安尼，吼、哦！啊，结果伊讲出。这句话呢，迄一天呢，变《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啦，吼、哦，就是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吼、哦。啊，所以这个事件呢，轰动差不多世界各地的台湾留学生，吼、哦。啊，我们用现在用纸咧涂骹时呢，我到伫个门口口我冲我去，吼、哦。啊，结果呢，我警察冒一个，吼、哦。骂一下，我怎啊疯去？啊，结果吼、哦，我目镜煞破去咧吼、哦。啊，所以这个刺枪的事件呢，唯一老火的吼、哦、是我啦。可能我老火，啊，蒋经国也无老火咧吼。哎、哦欸，所以拍无着啦。啊，阮转来台湾了，讲啊，恁若遮含慢啊咧哈，啊，枪法啊袂准啊咧。其实阮两个枪法拢足准的吼、哦。啊，都叫警察弄一下吼，然后无准去。啊、所以了后呢，阮两个去哦，这个犯人吼，将阮迄个拘押起来吼、哦，啊了就开始将阮两个起诉。啊，用什么名义呢？用杀人未遂起诉啦吼、哦。啊，起诉了，阮拘押伫纽约市的一个监狱内底吼，这个监狱叫做大梦啦吼 ，The Big Boom 吼、哦。大房就纽约市吼，按台北市相共吼，土地真贵吼，啊，所以伊个建筑物呢，拢脆滴嘞吼，
向天顶发展吼，啊，连加压呢，十几层的加压吼，加压落一层一层安尼吼，啊，内底呢，因为古早起的拢用石头吼，啊，内底足暗的吼，足恐怖的就对啦吼，那加压真恐怖安尼，啊，结果呢，发现将阮两个咯，的保释金吼，阮就请求要交保吼，保释金定啊定啊足悬的吼。点美金吼，啊，阮两个加加起来二十万啦，吼、哦，二十万，迄当时老阿厝可能嘛会当买几啊间啊咧吼，哇、哦，二十万咧吼，啊，二十万哪有二十万哈、啊？但美国有一个制度吼，伊、啊、叫做 bear out 吼、啊，有一个 bear company， 等于一个保险公司啦吼、啊，啊，你会当去这个 bear company 甲讲，啊，我都无二十万的现金咧吼。啊啊，但是我有五六万，吼、哦，其他的吼、哦，啊，剩的，就是等于保险就对啦，剩的你出吼、哦，啊，我都分期付款啦，还是什么方式安尼吼，啊，所以实际上，阮提起还你的吼、哦，可能七八万啦吼、哦，啊，剩的是这个 bear company 这個公司出的钱啦吼。哦啊，了后就将阮剥削出来吼、哦，所以我伫纽约呢，哦，苦啊三十二天吼、哦，啊，吴文良先生叫扣啊差不多三个月吼、哦、的时间，啊，了后呢，经过一年，啊，了后开始开庭啦吼、哦，啊，开庭了呢，吴文良先生是现场开枪互掠伊啊，啊，所以讲有啦，啊，即我做个安尼，我承认。哦，有罪安尼，啊，我是甲辩讲无啦，啊，这样我无关的吼、哦，啊，检察官伊来去证明我有罪啊，啊，伊要安怎证明呢？这支枪原来呢是有登记的吼，伫、哦、美国买枪真简单吼、哦，你若有驾驶执照，你就会当买枪，你就去迄个卖枪的所在，驾驶执照互看吼，登记者。你买买啥枪拢有啊？哦，啊，这个是有登记的枪吼、哦，是台独联盟的一个人吼、哦，啊，我叫伊拿起来付我的吼、哦，啊，我是讲伊这个无登记嘞，结果伊有登记嘞吼、哦，啊，所以查到伊这个啊台独联盟这个人姓陈吼，伊、哦、伫美国的南部，真南部吼、哦，啊，来到纽约市吼、哦，啊，经过几哪个州啦吼。哦啊，美国的这个联邦法呢，有一个法律就是讲，你若提武器越过州界吼，就是违反联邦法啦吼。啊，所以检察官就去给恐吓，讲你来出来作证吼，啊，那无要给你起诉安尼吼。啊，所以就足紧张的吼、哦，出来作证吼。啊，就讲无时无刻咱来提这个物件枪。几支枪吼，啊，几粒枪支摕来给我，啊，要创啥呢吼？啊，结果开庭的时阵吼，所以法院呢认为我嘛是有罪了，对啦，有参与吼。啊，所以结果阮两个都有罪呢吼。啊，所以法官就判讲，安尼无时无日呢，啊，恁两个拢要出庭，要宣判呢啦吼。啊，伊当时阮还佫伫迄个保释吼。啊在外口啦吼，啊，所以迄当日、迄日吼，啊，阮两个拢流酸啦吼，我是背单随电去吼，啊，吴文良先生，我想伊是走单加拿大去吼，啊，我都啊，毋是美国公民啦，啊，无迄个中华民国基本护照，我老早就带到加拿大咧。啊！你要哪飞去瑞典？结果我就借别人的护照了哈，啊，飞到瑞典安尼吼。因为迄当时哦，我想外国人咧看东方人看，大家拢相共咧，吼、哦，含咱咧看阿东也相共，大家拢嘛见面啦吼。啊，所以我就真顺利飞去到迄个瑞典安尼吼。啊，瑞典这个国家真好哈、哦，真有人权、人道的国家哈。哦啊，我伫遐三个月内底吼，就请到伫瑞典的政治庇护，
啊，我到水电的时阵，拄拄啊，潘明明先生离开水电安尼吼，小出路啦吼。啊，但是我去水电的时阵，大个房间，就是潘明明先生大过个房间吼，共一间房间安尼吼。啊，所以我想头前即站吼，咱讲到遮吼，啊，出来咱甲入去正题吼，啊，咱来休困。二十分钟好不好？啊，你要再过来介绍安尼吼，安尼好不好？好，谢谢。